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再一次收看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播出。那在本讲次，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经营能力分析啊。那我们哦上课的一个主题有下列这几个，第一个，我们跟同学介绍哦，就是有关资产运用效率分析的意义。 第二个，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几样哦，资产应用效率分析的方法哦，大致上有下列这七项。第一个就是哦资总资产周转率，第二个就是固定资产周转率，第三个是现金周转率，第四个是应收账款周转率，第五个。 是存货周转率啊，第六个是股东权益周转率，第七个是流动负债周转率等七项啊、哦、实用的这些啊、哦、分析方法好，那我们首先来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资产应用效率的。 意义啊，我们知道说，除了少数企业哦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外，大部分的企业经营都是为了要获取利益盈利，所以我们一般企业我们都把它称为盈利事业哦，就是有这样子的原因。那如果说要盈利的话，可见我们企业会很在乎的是这一些哦获利的情形。 好，那除了说获利情形的考虑以外，另外有很多公司也会在乎的是它的偿债能力。那不管是获利能力或偿债能力，都是需要建立在一个哦资产一个有效的应用的一个基础之上啊。好，所以我们哦站在这一个投资人或债权人的立场考虑的时候，如何确保投资资本的收回，也考虑到企业获利能力的好坏的时候，好我们。 好，必须要好来注意是企业的一个经营能力啊，好，那往往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与偿债能力啊。好，那我们啊有关这一个财务报表分析的时候，好，我们有关评估企业经营能力的步骤有下下列这三个啊。好，第一个就是说。 从企业的损益分析着手啊，哦，检讨它的销货是否达到经济规模啊，然后或者是说它的销货成本、费用支出等是否有效、好、啊、合理等等。好、啊，第三个就是进行各项的哦数、啊、字或者是相关的比例分析呀、啊。第二个我们要采取投资报酬率的分析方法啊，除了对损益。 绝对数字的这个考量以外，也考虑到说，啊，我们这些获利跟投入资源相对的比例关系呀，好，这个是我们可以用的是投资报酬率的方法。那第三个步骤，我们就是经济规模的这些置业啊，好，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各项周转率的分析呀，好，那周转率的分析的时候，我们啊在这一个。 资产应用效率，哈，它是指在衡量企业应用它的资产的效能。当企业越能够有效的应用其资产的话，它的报酬率就会越大。那当然，这里的效能指的是企业谋取利润的能力啊，通常是以能创造企业获利的来源，好的销货能力来加以表现啦、啊。 好，那评估资产应用效率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在探讨企业的销货能力跟资产之间的关系呀。好，也就是比较企业的哦销货金额跟它的总资产的总额，以了解企业的这一个资产的应用能力啊，好，那这包括了有很多各种的相关资产类的一个科目啊。好，那我们了解了以后，哈，我们。 资资产应用效率的分析，也可以说企业在做投资人的好报酬率分析呀、啊。报酬率就是资产应用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啊。好，所以这个以上的话，我们就是我们一般在做的这一个企业啊，这一个啊资产应用效率分析的一个主要意义啊。那我们了解了资产的应用效率分析的意义后，我们接着要跟同学介绍。 好、哦，几个常用的资产应用效率的一个分析方法。那首先的话，总资产的一个周转率啊，啊、哦，总资产的周转率的话，是计算啊、哦、经营投入的资产与所创造的销货金额的关系啊，用来表达啊、哦、每一元的投资啊的资产投入能够产生的销货金额到底有多少啊？好，那它的一个。 计算公式的话，哦，就是总资产周转率等于销货净额去除以平均总资产好，那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某公司它的啊总资产周转率假设为二的话，它就表示这公司一分的资产投入可以带来两分的销货收入啊。使用这一个分析的时候，分子部分哦，我们是用销货净额来计算啦。 也可以用营业收入来取代啊，也可以考虑期初跟期末资产总额的部分，所以我们分母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用平均的观念。那平均的观念，我们就是把期初总资产加期末总资产去除以二，就等于这个平均的这个总资产。当然，我们这个平均总资产观念也可以在应用的更细，你可以按季。 比如说，你把每一季的总资产加总了以后除以四，或者是按月都可以，哈。那这就看我们所采用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介绍完了总资产的周转率以后，我们接着介绍第二个固定资产周转率啊。好固定资产率，它是我们知道说固定资产是一个企业所哦拥有，不可能在一年或一个营业周期里面。 转变为现金或减少现金的资产了，啊，所以它是一个企业里面跟企业在使用比较长期使用的一个资产性质啊，尤其是在制造业的话，哦，它通常来讲它的影影响它的一个收入很多就是在它的一个产能，就是它的一个固定资产的比例啊，好，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话把。 我们刚才所介绍的总资产周转率，再把它更精准的去衡量的是固定资产的啊周转率啊。好，那像这一些制造业是需要哦大量固定资产业，它的周转率取代的这一个总资产周转率，它的计算公式是哦固定资产周转率等于销货净额除以平均的固定资产啊。 啊，那这整个公司跟上一个公司最大不一样，就是在分母部分以平均固定资产来取代哦总资产的一个观念呐。好，那我们这一个公式的话啊，就是固定资产周转率是衡量固定资产的生产能力与销货之间的关系啊，可作为管理固定资产的参考啊。哦，通常就是说我们固定资产的周转率哦、啊、越快越好啊。 哦，采用这个比例去顾及到企业经营的业务折旧跟物价波动啊，不同企业对于经营的业务不同，它致它的固定资产周转率也会相应甚大，千万要小心使用啊。在固定资产哈、哦，虽然有时候它成本，但是在哦固定资产的使用年限的不同啊，也会使它的周转率也是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在固定资产的时候，我们哦也要注意到说它的年限或甚至是它的哦。 重估等这些问题呀，好，那这一个分母的部分好，我们好也是一样可以采用这一个固定资产的啊平均观念，就是期初加期末固定资产除以二的话，好，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平均固定资产。那在计算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这些非公营业使用的固定资产加以剔除啊，好，因为这样子能够说更精准的衡量我们的。 哦、啊，这些供营业使用跟销货的之间的关系呀、啊，哦、啊，非营工业使用可能对于我们的创造销货收入是没有帮助的。好，那我们介绍完了总资产跟固定资产的周转率以后，我们接着介绍另外一个就是现金的周转率啊。哦、啊，现金周转率的话，好、啊，它是。 我们用来衡量我们企业的一个现金啊，跟销货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因为我们企业为了争取销货货款的早日变现，通常会给客户各种的现金折扣，而且也会因为我们拥有充分的现金，而我们可以取得各种优惠的进货条件呐。啊，所以现金在我们的经营的时候，它有它的一个。 哦，重要性啊，好，那当然，现金虽然具有很高的一个便利性，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现金本身往往是没有获利性啊，它现金本身不会产生支息啊，所以企业如果持有的太多的现金，哦，其实代表的也是一种浪费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现金的周转率的话，还是以适度为宜呀、啊，好，那我们。 来看的话，现金周转率的公式是销货净额去除以平均现金的金额啊，哦，它是可以测度企业一分的现金资产投入可以带来几分的哦销货的这一个金额啊，好、哦，那这个比例的话可以跟同业比相当就可以啊，哦，这个太高或者是太低的话都是不宜的一个现象。好、哦，那我们接着的话，好、哦，我们要跟。 啊，同学介绍的是另外的是应收账款周转率啊。好，应收账款的话是受企业的销售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项目啊。啊，当企业采取比较宽松的销售政策的时候，啊，会使应收账款的金额变大，影响我们企业资金的应用啊。好，而且风险也会增加，因为你应收账款太大的话，相对产生。 呆账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啊，好，所以为了维持我们应收账款不会超过销货金额一个适当比例太多的话，所以应该要衡量应收账款跟销货之间的关系，好，它也就是我们哦要介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啊。那应收账款率可以帮助我们哦企业哈了解好它的一个变现的一个速度，它的。 计算公式是应收账款周转率等于我们的销货净额去除以平均应收账款、啊、那这一个比例越高的话，好旧账跟无价值的这一个价值的账的就会比较少、啊、那代表的就是客户付款的速度比较快，企业啊遭受到呆账的风险相对也就比较低啊。所以这个应收账款的啊比例的话会。 比较高一点，越高的话，好，代表企业的经营能力会越好好、啊，那反之的话，就是代表它的收账能力可能会，好，比较差一点、啊、好，那在这个公式里面，我们可以化就是说，实物上来讲，好、哦，这一个我们一般销货的话，是可以又分为现销跟赊销。那我们通常我们也可以直接更精准的，就是用哦赊销的金额来。 取代销货金额，好，因为现销跟应收账款就没有关系了。那分母部分，我们应收账款也是同样可以采取的是一个平均的观念，就是把期初的应收账款加期末的应收账款，然后再。 除以二就是一个平均观念，好，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应收账款周转率的一个功能跟它的一个计算方法。但是在实物上来讲，我们除了探讨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以外，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去探讨说我们应收账款天数的多少来衡量啊。好，那它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好，我们只要把应收账款利好去除。 去除以我们的三百六十五天呐、啊，啊因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那我们应收账款率，我们销货净设销下进是全千年，那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去除以这个应收账款周转率，就是你应收账款周转了几次，那三百六十五天除了以后，就是平均我们的收账天数啊，啊、哦，它可以解释说，啊、哦，我们企业在多少天里面，啊、哦，在 N 天里面可以将应收账款。 哦，收回来啊！好，如果企业的平均的收账日增加的话，哦，那它代表的话，它的一个分析方向可以是这样子哈、哦，可能是我们企业的收账能力欠缺，或者是客户的付款习惯改变，或者是客户的哦财务发生问题，或者是哦企业的促销政策等影响啊。好、哦，那这一些的话，哦，这一个。 平均的收账的日期，如果增加的话，我们就要加以警觉啊。就是为什么我们收款的期间变慢了？好、哦，变成比需要比较久才能够把它收回来啊。那分析我们这应收账款周转率，好、哦，也受到我们企业的营业周期跟商业环境的影响啊。好、哦，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哦，结账前大力推广好、哦、业务，会使我们的应收账款，好、哦。 增加，那这比例自然会不正常的一个降低呀、啊。好，那如果说不景气的时候，货物滞销的话，好、哦，于是企业也会信信用紧缩，也导致我们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啊。好，这些的话都会好、哦、影响我们的应收账款的一个周转率啊。那我们可以把它整个来分析哈、哦，是这样子。好、哦，我们销货收入如果减少的话，好、哦。 我们的应收账款，哈，如果我们应收账款增加，都会导致我们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或者第二种现现象，原因的话就是我们的销货减少，啊，或大于我们的应收账款的减少比例，等于销货减少大于应收账款的减少，那这个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应收账款的周转率。好，那第三种状况，我们也可以来看的话，就是说。 应收账呃销货收入增加的比例小于应收账款增加的比例，啊、哦，这个时候也是会产生我们啊、哦、我们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的原因。啊、哦，那第四种会导致我们应收账款周转下降的原因就是我们销货收入减少，我们的应收账款不变，啊、哦，因为你分母不变，但分子分子减少的话，当然这个周转率就会下降。 好，那另外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哦，销货收入不变，但是应收账款增加，好、哦，也会导致我们应收账款率哦周转率降低的原因呐、啊。好，那我们从以上的这几个分析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说，哦，这一个会产生我们。 啊，这一个应收账款周转率降低的原因或者是状况有很多种的一个现象啊，啊，所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可以去探讨说，那到底它如果有降低的时候，它降低的原因到底是属于哪一个？好、啊，那我们在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时候，好、啊，应收账款啊是不宜扣除呆账的估计数啊，好、啊，因为你把呆账扣着那。 等于是相对你就减少了你的应收账款这样好，而且同时应该把包括贴现的应收票据把它啊加回来，因为我们在会计处理上来讲，我们应收票据贴应收账款或应收票据贴现的话，我们就视同贴视同已经收现，但是其实那跟我们的销货是无关，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财务的一个调度啊。好，那我们这一个好。 各各期的这个应收账款，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平均观念。那我们除了说刚才可以把期初加期末除以二，我们也可以将前年各月份的应收账款啊平均计算，以取得啊较佳的一个正确结果。就是把每一个月的应收账款余额相加以后，加总又除以十二个月，除以十二的话，那就变成是我们每月的平收应平均应收账款的。 金额，好，那以上的话，我们是我们跟同学介绍的应收账款周转率。那我们接着的话，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周转率，就是存货周转率啊。好，那存货周周转率为什么会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存货在会计上，除了会影响资产负债表以外，同时也会影响我们的损益表，甚至也会牵涉到成本。 啊，销货成本、仓储等问题，而且我们知道说，存货有在一般的企业的话，啊，它往往也是一个很占比重很高的一个流动资产项目啊，啊，所以哦，我们知道存货的话是以供应销货的目的所需呀，哈，如果销货而较大的企业，它自然就会。 有、哦、较多的这些存货的备份呐、啊，而存货，但是存货过多的话，好、哦、将会造成我们企业的资金的积压，而且有损坏或过时成会的问题啊，好、哦，而且也会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呐、啊。所以我们在一般的分析的时候，也是会会很重视这一个存货的周转的一个管理问题呀、啊。好、哦，那存货的。 好、哦，这一个周转率，它的公式就是我们的销货成本去除以平均存货。好、哦、那各位同学请注意一下，我们这里的公式的话，分子部分的话，跟前面的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里是用销货成本来计算啦、啊，因为现存货是跟销货成本关，啊、哦，不是跟销货有关这样。好、哦，那在存货周转率在测量企业的存货出售速度跟存货的。 额度是否适当的问题啊。好，那存货周转率它是以次数越多代表企企业的存货的控制效能越高啊，所以这一个存货的周转率的话，哦是越越大越好啊。那存货周转率低的话，代表企业的经营不善啊，或者就是说可能它的存货的额度跟它的销销货之间。 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不正当的这种比例，那这样可能会造成成灰啊，或者是损坏的哦货物的这些累积呀、啊，好、哦，那存货价值的多计或者预预测这些财务涨价或缺货囤积的，哦，都会造成降低我们的这一些存货的周转率的一个现象啊。 好，在比较一个哦一个公司多年或各个各公司同年的存货周转率的时候，好要注意的是哦，各这种存货的计价基础是否一致啊？好，因为我们在会计上来讲，我们存货哦的一个计价基础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一个计算方法，我们有平均有个别认定法、平均法、先进先出、后进先出。我们会计上来讲，这一个对于存货的计价哦是。 有很多种方法，那当然不同的方法会影响我们存货的一个金额，所以我们会很重视存货的计价基础啊是否一致的这一个现象啊。好，那我们啊除了了解说这个存货的周的周转率以外，我们也可以跟刚才的应收账款一样哈，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是存货的这一个销售天数。 哦，来加以衡量啊，用另外一个观念，哈，那我们可以来计算，是说哦，把这一个三百六十五天去除以我们的存货周转率，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存货的销售期间呐。啊，它这个可以这个天数的话，可期间可以来解释企业到底是在多少天里面可以平均多少天里面可以把我们的存货卖掉啊。 好，那如果企业的销售天数如果期间如果增加了，啊，代表了好这一个公司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不利。我们要分析的时候要注意说，是不是企业的产品啊市场的吸引力比较欠缺的，啊，所以是哦会天数会变长，或者是客户的消费消费习惯改变了，也会延长我们的时间，或者是客户的财务困难，啊，或者是哦。 企业的销售政策等影响啊，好，那这一些的话都是会构成，会让我们啊来影响我们的这一个啊存货的这个销售天数啊。那存货销售天数如果说拖拖长的话，代表的是说我们企业啊，这个有同样要达到这样子的一个销货成本，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个资产。 啊的存货金额就是啊变大了，那它的周转性是变低的，哦，这个是值得我们哦要注意的，哈、哦。那当然，所以我们在一般分析的时候，在管理的时候，我们会很在乎说这个存货是不是有哦不当的过量囤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尤其是在现在的这些很多哦电子产品，因为它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哦相对越来越短了、啊。 那你如果存货好，不当的扩增了以后，你可能以后会拥有很多的这些存货，那这些存货可能以后会卖不出去的话，那等于或者是说你到时候拍卖的时候，它的价值都要有做很大的一个折扣啊，那这些都是企业潜在的一个损失啊。所以，一般现在的企业的话，会很重视存货的管理，然后啊，比较尤其是更极端的是，我们会。 好，现在丰田式管理，它甚至是强调的是一个哦零库存的一个管理啊。好，那零库存管理就是说，它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 JIT 的 Just In Time，就是说，它公司不要保存任何的存货，就是说你的进料的话，就是说在它线上的时需要時的时候，直接就到线上来，这种的话就叫做零库存管理啊。好，那我们以上对于。 这一个各项的这一个资产类的这一个周转率介绍完了以后，我们接着跟同学介绍的是股东权益的一个周转率啊。好，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个股东权益的话，好，也是我们啊这一个它是在我们会计上，它是从贷借贷平衡的情形之下，资产等于。 负债加股东权益，那股东权益的多少是代表的是股东投资人他的一个所拥有的资源，也是那他们能够说有多少的一个周转率的话，好，也是代表说我们的资金资本有能够产生多少的一个销货获利呀，啊，所以股东权益的周转率的话，啊，它的一个计算公式是销货净额去除以平均股东权益啊。 啊，那它是用来衡量啊、哦、股东权益的应用效益啊，啊，那这个比例如果越高的话，表示啊、哦、这个股东权益的应用效率啊啊越越有利啊，也是代表的是说啊、哦、我们用比较少的资本，我们就可以做比较多的一个啊是、哦、的一个生意的的销货啊，那所以这个比例越高是代表越有效率，但是这个比例如果过高的话啊、哦，其实也。 并不是最适当啊，因为它是意味着说公司可能会过度的啊，这一个啊，这个过分的营业可能会借用太多的这一个应用介入资本，可能会增加企业的一个风险啦。所以这个股东权益啊，周转率的话，我们也是要维持一定的一个呃比例啊。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在跟同学介绍的是啊，流动负债周转率啊。 好，由于流动负债是代表的是企业需要很快用来加以偿还的一个负债，那最好是我们企业的销货收入哈，就能够说来支应这样临时那这样很短期就需要支付的这些支出，所以我们探讨这个销货净额跟流动负债之间的一个周转啊利的话，有对于它的偿债能力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好，那我们介绍了以上的。 七种的这种分析方法以后，我们把它举个例子来跟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说明啊。好，那我们可以看的话，哦，这个表示甲公司一到四年的哦，它的一些简易的财务资料，包括一二三四年哈、哦，它的销货金额、现金、固定资产、总资产。 股东权益跟流动负债等，哦，这几个项目的的它的一个资料，那这几个资料我们可以把它加以分析，我们就把它计算出来。从以上上面那个表，我们可以计算出来它的总资产的周转率，还有固定资产的周转率，还有现金的周转率，还有股股东权益的周转率，还有流动负债的一个周转率。那那我们从它这个。 第一年到第四年之间，这个以上各种的周转率，它我们可以得到说它的相关的一个数字啊，啊、哦，这个数字我们从这个数字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哦，这一个公司的话，好、哦，甲公司第一年到第四年的话，哦，它的一个资产的应用效率，哦，都它就它的比例分析上的变化来看，哦，大事上而言。 好，它在资产的效率上是有持续进步的这个现象啊，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哦总资产，你看，我们举例来看，总资产是第一年是零点零五哦，到第二年零点零七啊，第三年算零点零六哦，到第四年也是零点零六这些，好，那这每一个项目来讲，都是有一个增加的一个增趋势，虽然趋势并不一定很明显，但是大致上我们可以说。 它都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的一个呃进步啊，那我们可以分析的话，就可以知道说这家公司的哦这个经营效率是如何这样。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经营能力的分析啦。好，那我们很谢谢同学的一个收看。好，那我们下一讲次我们再继续跟同学介绍相关的这一个财务报表分析的一个内容。谢谢。